女儿大喜日，老爸往生时，新娘与父亲相视而笑，谁知道却成了父女的最后合照。36岁的英国新娘夏洛特有个幸福的家庭，她跟65岁的父亲贝兹感情特别好，谁知道有心脏数疾的父亲在婚礼等候宾客时只喝了点酒，当他上台为新人祝贺时却心脏病发昏倒在礼台上，女儿心急如焚冲上台急救，宾客也来帮忙，无奈现场没有急救设施，父亲仍回天乏术。女儿虽然哀痛欲绝，但她化小爱为大爱，以慢跑活动募款，并将募款所得买了心脏除颤器送给当初举行婚礼的饭店。女儿表示，父亲是最爱她的人，父亲能在过世前见证她的婚礼，她的心中能感安慰。她很感谢丈夫与朋友一起参与跑步募款活动，希望将来有机会能拯救更多心脏病发的人士。动新闻综合报道。